想空间就是要剪石头啊，不然要干嘛？博泉，走了。该不会刚好要下山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说我没有搭到校车，你可以载我吗？是，没有安全帽。没关系，我有。以为女人这种生物很简单吗？别开玩笑了，美女不可貌相，心机不可斗量。喇叭呢？拿不到啦，很烦耶，谁放那么高啊？就是他。张远，你可以帮我拿那个音响吗？好啊。来，给你。谢谢张远。哼哼。要剪石头啊，不然要干嘛？博泉，该不会刚好要下山吧？对啊，怎么了？那你说我没有搭到校车，你可以载我吗？是，没有安全帽。没关系，我有。走吧。喂，怎么了？我跟你说，博泉今天真的很过分。我叫他陪我去看房东的舞蹈阴影，他居然不陪我去，这不是他应该尽的义务吗？啊，是哦。而且啊，我上次还看到他跟别的女生走在一起。什么？什么时候？该不会是那个小贱货苍龙心吧？哦，没有啦，没有，应该是我看错了，没有啦，应该不是他。那个，我有事，我先忙，我等一下再打给你，拜拜。Jushwanu Renbujian Danba